女人要的浪漫约会，竟是男人的可怕梦魇。带他们去一些哦比较有文青一点的地方。不用不用，我们不走这一路。你要文青，你去写一首诗嘛。人家抱一本原文书，戴眼镜，你好，我是文青。一抱，然后就想要离开了。大亮也会这样，因为像我很爱去看海，因为我爱看海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 ，Hello， 你有事吗？